平安时代的骑士藤原佐为，穿越遥远的时空，附身在近藤光心灵的某个角落，为了达到神乎奇迹的境界。我也想像他一样，像他一样下围棋。阿光，第四局将棋社的加贺。佐为，难道你刚才附身在我身上？他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硬拉他进来，让他觉得不舒服？他的实力如何？他走棋的方式的确相当流畅，没有一颗棋子下错地方，就像是个职业棋士。那么这盘棋只下了几步而已，我也只能够断定到这儿。至于他的棋力，我就不敢说了。原来如此。奇怪的是。是什么？没事。他最后一步棋散发着异样的光芒，虽然下的位置并不是一步好棋，可是你这个家伙，佐为，你竟然利用我的身体！你现在不但进入我的心，连我的身体都想控制，我怎么可能像你那样下出那种棋法的？不是啦，阿光，我怎么可能侵占你的身体嘛？难道刚刚那一棋是我下的吗？就是你啊！你少骗人！那你用那边的石子当棋子放看看，手指像这样。好，像这样吗？是啊。可恶！我根本就不会嘛！可是那一棋真的是你下的，而且下的地方跟我叫你放的位置也不一样嘛！你说的那么好听，其实你根本是想趁机侵占我的身体。我不管你了，随便你怎么想。可是阿光，那步棋的确是你自己下的。我想你是因为多少学会了下围棋，所以不自觉地涌现出想自己走那步棋的欲望，一定是的。不过塔矢鸣人下围棋的样子真的好酷哦。塔矢应该是一直接受那位伯伯的指导吧，连石子都夹不起来的我差得远了呢。阿光，再来一次，拿小石子
我看算了吧，反正我一定学不会的。阿光，哦，小明，阿光，我刚刚去过你家，你怎么现在才回家？跑到哪里去了？我去下围棋。你又去下围棋？阿光，你最近是不是迷上围棋了？我才没有迷上那种东西呢。是吗？给你。哦，我姐姐念的国中要办校庆园游会，我们一起去。不要了。为什么？人家好心邀请你去那里吃章鱼丸。哎，不要了。就约这个星期天两点在夜来中学校门口碰面。哎，我不想去。阿光，好了好了，我要回家吃碗拉面了。我不管，两点在依赖中学校门口碰面哦。你就陪他去一下嘛，阿光。我才不要呢，要是我单独跟女生去参加校庆，会被大家笑的。那个女孩该不会是喜欢你吧？哎呦，你胡说什么啊你。这就是什么校庆啊？学校也有庆典吗？说起来也算是差不多了。现在最讨厌的就是我身上没有带半毛钱。我买了章鱼丸哦。哇，好像很好吃啊。阿光，那边。哦，你看有人在下围棋耶。我们去嘛，好吗？去嘛，去嘛。只是去看一下下而已哦。好，接下来是终极的问题，请用三颗棋子来回答问题。先把黑子放在这儿，然后白子这儿。那么要是这样下呢？对对对，哎呦，还真是不简单呢。嘿，阿光，这本书是塔使名人劫棋集。那本书是要送给答对劫棋的人的奖品，你要不要下下看呢？阿光，我想要，我想要。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啦。请。谢谢。你几年级？我现在小学六年级。那么我们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好了，请。这个问题我也许想得出来，左为，你先别说。好。来，奖品。啊，一包面纸。那我想要挑战更难的。你想挑战更难的？没问题吧？左为，看你的咯。好，那就用上段的问题好了，连我都觉得这个有点难哦。请你用三颗棋子回答。答对了。真快耶，马上就下来。来，请你喝果汁。我想要挑战可以得到那本劫棋集最难的问题。啊，挑战最难的问题。那么要是你能解开这一题，你的程度就跟塔矢亮不相上下了。你说塔矢亮？我认识他。那小子有这么厉害吗？我想他差不多快考上职业棋士了吧。而且我还听说他在指导大人下围棋呢。以塔矢亮的实力应该可以解开这个问题吧。好，请吧。第一步棋是关键哦。塔矢亮解得出来。好，你想自己试试看吗？第
离不起，是这儿吧？啊，你想干什么？哼，下什么围棋啊，烦死人了。他是亮又算什么嘛，对我来说他只不过是个手下败将罢了。哼，将棋比这个好玩100倍。他是输给你，他是职业水准，怎么可能输你？当然是因为我太强了，笨蛋。这个人叫做加贺，以前曾经跟塔矢亮上过同家围棋教室。那么难的解棋，他居然一下子解开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对了，童锦，围棋社的事情你办得怎么样了？我看光是找个社员就很难吧。你开个条件，我可以考虑看看。嗯，围棋社？啊，我们学校到现在还没有围棋社，要先找到3个人到校外参加团体比赛，学校才会承认围棋社是正式的社团。你应该知道我的棋艺吧？至少比你强上1000倍哟。一个会把口香糖粘在棋盘上的家伙，我才不稀罕你这种人的帮忙。哼，说得真好听啊。不知道上次是谁低着头求我要我参加校际的围棋大赛的。你太卑鄙了，这个给你，你快点走吧。嗯，塔矢名人结棋集。我这辈子最讨厌围棋，还有塔矢亮。什么嘛！你为什么讨厌塔矢亮？说个理由啊！要我说个理由？你竟然敢对我这么大声！哼！哎，小鬼，你最好不要太自以为是了。算你有胆子，哼！给我看清楚。哪一只？你猜对的话，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我相反的，要是你猜错的话，我就揍扁你，揍到我气消为止。不要再闹下去了，加贺，快点回去吧。哼，没有胆量就不要说这么狂妄的话。阿光，我想还是算了，我感觉到这个人的胜负心很强，要比的话就比下围棋好了，比下围棋我应该可以赢得了他。作为你也没办法保证一定可以赢他吧？你说他的胜负心很强，那我也一样。阿光，这边。阿光，哼，我承认你还有一点骨气。啊，没有棋子。加贺，你这点雕虫小技就骗得了你，看来我找对戏弄的对象了。哎，不要再玩那么烦人的围棋，来将棋社吧，我可以从头教你。少看不起人。要我跟你这种人学将棋，我这辈子才不想碰什么将棋的。你们两个不要吵了。你说你赢了塔矢，我看你一定也是作弊赢了他，对不对？不然的话就是塔矢根本没有认真跟你下，你一定是自卑不会下围棋才会敢下将棋的。童锦，放开那小子！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实力。要是我输给你的话，要我下跪磕头都可以；我要是你输的话，你就给我跳下游泳池游冬泳。你说的。左威，17-4，右上角小五。你那是什么棒棋的丑姿势？你管我怎么放，下你的棋。15-4，要不说大话，等你赢了我以后再说。像这种小鬼，怎么可能了解我对围棋的心情？这个臭小鬼！铁男，哎，铁男，你为什么一次都没有赢到孩子？我说的是塔矢亮，就是这样，你永远都只是第二名，你比他大2岁，你不觉得丢脸吗？
爸，我也很想赢他，可是塔矢亮他……今天你非得赢他，赢不了你就别回家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强者永远是强者。你围棋的实力的确是比一般人来得强，也绝对是当第一名的料，可是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追上你的脚步，变成第一名的，你要有心理准备哦。好，我们开始吧。要不然我让你赢吧。你说什么？你让我赢？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我一直把塔矢亮当成是我最大的敌手，可是那小子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他却一点都不在乎赢我还是输我。那场对弈结束之后，加上天幕，我赢那小子一目半，我绝不能输他，因为知道有塔矢亮的存在，我实在很难成为第一名。我老爸也要我放弃围棋，我讨厌他们每个人。真不错。没想到这个孩子这么厉害。笑啊！这小鬼好像故意在耍我的棋。11-15。14-16。真是愉快。虽然这个人的实力没有塔矢亮好，不过还是能很巧妙地回应我的每一步棋。其实要赢他一点都不费事，可是我还想跟他好好玩一下。虽然黑棋看起来有点岌岌可危，可是应该没问题吧？这么说的话，形势不相上下。不，黑棋比较强。9-19。真的吗？我班的本桥同学气得整个脸都红了，还大叫开什么玩笑？小明现在才来啊！快点下！对不起。阿光，不是那里。嘿嘿。
什么等啊？起手无回大丈夫。啊，完蛋死了。算了，没办法，十二之十五。哼，刚刚那步棋是你的致命伤。冬泳呢？どこまでたどり着けるまで絶対負けないよ絶対泣かないよこの夢を叶えるその日まではあの空は笑ってたあの花は笑ってた僕もいつか笑うからどんな壁も越えるからもう何も何も怖くない好像是宝盖瓶盖的盖子哎。来，今天呢，用这个棋盘下吧。哇，好小、哦！这是横竖六条线组成的六路盘，刚开始玩的时候用这个就够了。先吃到三颗棋子的人就算赢喽。好，你们下下看吧，请多指教，请多指教。好厉害哦！该怎么办呢？位置很好哦，好哎，好，这局小五赢了，恭喜小五。好，最后再打个招呼，谢谢，谢谢。左维，你不是说你一定会赢吗？彭锦，这次围棋大赛盆底赛的成员已经确定了。我现在终于了解我为什么会附身在阿光身上。阿光，棋子一旦放定，不可以再移动，所以每一步棋都非常重要。